好可怕，大家好，我又回来了，破标。妈，好臭！哎，请姑娘怎么也在这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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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怜今日我无钱，一时一刻如缠绵。是最可怜贫与孤，穷途歌唱西北曲。当当当当当当，我不会唱了。当当当当，手里有钱兵一软，囊中无钞叹生量。一日无钱四十拿，有钱请客一人换。当当当当当当，果然是自己人，是你。书生兄，当今兄，当真抱歉。东厂烟狗目众多，且生意生来一种之处，我等担心你是不是假扮的，你是以暗号相验。倒不是兄弟，我不相信你们。不打紧，不打紧，望是小心为上策。事态发展如何？这群烟狗仗势欺人，气焰是高一些，今我们杀他措手不及，让他上下两头空。好样的，臭笑话，气魄丝毫不简单的。来，我来介绍。这臭乞丐姓李，名号臭归臭，可也是丐帮大志分舵舵主，身负八代，如日多毛，是丐帮中不可多得的奇才。这下担心见落多主，原来大名鼎鼎的庙宇生化当天子啊！乞丐有眼无珠，还请见谅。不学无术，见笑见笑。张英雄客气，这位是黄背萧骨碰金钱，见过臭啊不，一个落主啊，各位好，帅，这乞丐其实风少侠在江湖受人可说大出风头啊，乞丐早已有久仰大名。这位小小弟兄言行与相仿，也是我们帮中年轻一辈佼佼者，你们俩倒是可以好好认识一下。小小见过冯兄弟，很高兴认识你小兄。这回 PT 堂以前来相助，本帮不称感激，但你们这些助力更有阻止工厂烟果的信心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 PT 堂秦富华啊。臭乞丐有所不知，秦富华以我们小小弟本事就是，我看不用多介绍了。秦姑娘，你也来了。闲话的话晚点再说，咱们以正事为主。余舵子请说。是这样的，昨日帮中兄弟得知情报，朝廷忠臣七大将军中众烟贼，七大将军好像是戚继光吗，已被囚于灵隐寺中，恐将不利于将军，因此我等来紧急集合于此，商讨确认行动。眼下已有一批兄弟前往灵隐寺，以烟狗展开激战，咱们这批后援也得赶至，目标今晚就是七大将军。另一方面，咱们还熟悉一些糟糕的事，秦木法只是被你说吧。好，前些日本帮出了一个叛徒，企图将一笔火药运给沿海公营倭寇，在追捕那叛徒的过程中，我们得知倭寇的妓女海沙帮有所勾结。海沙帮是一群从草莽组成水上帮会，大当家人称火上的熊天霸，二当家则是九头龙十一。哦，十一是他们。此外，海沙帮与金风镖局素来交好，所以便有大量生意的上来往。传闻此风金风镖局的少镖头刘少元与熊霸天十一就为兄弟，三人有过密的交集。这么说来，方才在宇春院那位陆少镖头也有可能参与海沙帮与倭寇的勾结吗？宇春院，凤吉天，你啊，没有啊，小弟，你说的是咱们客栈吃阳春面时碰到那位陆少镖头吗？不错，就是此人。但是我跟丹青一接获了情报，因此刻意与他接触，看能不能套出什么情报。啊，好险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总之，我们得到消息，海上方今晚子时将300奴隶送至东夷。那群倭寇找他，身为汉人，竟然与倭寇勾结，触犯我们人命，孰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绝不忍心，眼睁睁看此事发生。初告，情妇哈军国不让虚美，是在气魄当中女中豪杰。我们获得情报中，那群烟狗与倭寇似乎也有合作关系。咱们在广东沿海拦截东厂，运送给倭寇的一批武器。这群烟党叛国通敌，罪无可赦。可惜他们湮灭证据本已是一流，得知此事败露后，竟然全是俘虏自杀。来他妈的死无对证！我来总结目前情况：东厂将戚将军囚禁在阴影之中，本帮兄弟已经前去救援，眼下他们尽速赶至，协助兄弟兄救出戚将军。戚
其二，还是要帮女子时发出一批战马300奴隶的船只过渡功能。他们必须兵分二路，一队人前往另一次支援，一队人马前去码头，阻止海塞班的船只出发。事态紧急，一刻都不能拖延，他们立即宣布碰到另一，打算怎么做？你能不能选三啊？可是我想去海塞班啊。不然我录就是我会走两个剧情都跑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，OK？ 那我去先去海塞邦，包括在我国沿海一带还烧杀掳掠，杀死我们渔民，抢走我们钱财。如今海塞邦想助纣为虐，将我汉人送去倭寇做奴隶，我父今天万万看不过瘾，这件事情我搞定。好，奉兄弟正气浩然，这个朋友几个交定了。有你的协助，我们城市又多了份信心。你就跟我们披台一道，咱们就赶赴港口，拦下海塞邦的奴隶船，救出招抚的300人。还请秦富华多多指教。那个秦富华了，咱们会派几名弟兄与秦富华一起行动。逍遥，你就和秦富华一同前往港口，全力协助披台。逍遥领命。那我就跟绰花匠一同前往灵隐寺。虽然我万有其前向两不公的事实，也不能眼睁睁看国家有难而不出一份心力。多谢，既然计较抵定，我们就做行动吧。上，啪啪啪啪。道德加十。好，那我们就去港口。好，我刚录这个游戏的时候是半夜两点。因为我也太晚了。港口就是有那个神秘商人，其实不是神秘商人，就是卖武器的，卖很贵的武器 的商人。冲啊冲啊，到了这里吧。上船的步，起锚了，起锚了！一吹晚风就像小姐，像小姐，像小姐还差不多。海上半点子们，束手就擒吧！哇，用飞的，干什么干什么？马上门口没得罪你们皮皮他，你们身为汉人却通敌叛国，与倭寇勾结，将汉人民、汉人子民送去东瀛做奴隶，如此卑鄙无耻的行径，畜生何意？好的人不当，要去做汉奸。今日我就替天行道，收了你们这帮恶贼。你胡说乱语什么？常常都是我们贩卖的私盐，整几次这些人口贩卖的勾当，无凭无据，可别乱胡乱栽赃，还敢狡辩？好，那就让我们入船舱一看。他妈，你以为是谁？海上帮可没义务听你平一谈话。哇，凶！我今天动手劫船。好。想成凶弑母，兄弟们，拦住他们！秦姑娘、风兄，这我交给你们，在下趁隙潜入船舱放人。你们快去吧，这些狗子皮塔还没有放在眼里。万事拜托了，萧兄，多谢。我的回合，轮到我的回合，大伙上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，给他点颜色瞧瞧，颜色，颜色。闪躲，我自己没仔细看。好，换一招，天山六龙掌，阳春白雪。阳春白雪，哇、哦，猛哥！我发现我的拳掌比那个安琪那些还要强。阳春白雪，没有，拳掌超强的。
气了。阴阳棍，金丝锁套，盘玉剑，秦明剑。闪躲，因为现在侠客就是真的加了很多剧情，几乎每个人物都交代蛮清楚的，蛮喜欢的。就是剧情变得很庞大，就是。一款游戏就是耐玩度要高嘛，重新玩好几遍都不嫌累的那种。这个是好像是小小剑法吧。我剑法就一招哦，大太阳之神剑，青龙啸天，青鱼啸天，好帅哦！青龙伤，俺可不记得我好像没得罪你皮皮糖，印象怎么样？虎鲨穷霸炎，穷天霸，无需多言，怎么搞错？你这婆娘疯了不成？怎么在启航？他妈啥意思？还不给我滚开！哼，好，咱们大将二将都来着吧。很好，今天下面一网打尽，秦姑娘，我来助你。会不会只是个误会啊？事实上根本就没有，是误会就尴尬了、哦。你需要快血了啊！先撤退啊！随意，我没听他口喷死的。给我劈了他！给我劈了他！为什么给我劈了他？长得这么粗犷的人，他的声音这么的虚。哇！哦，哇塞！乾坤大魔灵，净化乾坤罗，自身方法灵格内的有方，不动如山。你干嘛？暴击！就是现在的侠客啊，哇，凤翼天翔，就是凤翼天翔。哦，可以。就是你虽然武功很好，哎，就是学生武功攻击嘛，但是。你还是会被打死的，因为以前武林是你几乎学到几招就根本无敌。请秦的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看招！爆炸了！哇，这个杂碎、欸、用炸药。这不是本帮的霹雳火弹，你火系就用霹雳弹死的，我还是帮你炸药，在海战上所向无敌。你红毛鬼子都没有炸屁股尿了，霹雳弹早就摔败了。可恶！秦姑娘，对方火气厉害，不宜硬闯。我看我们是先撤退吧。为什么明明有这么强悍的实力，却要帮助倭寇，反过来伤害自己的同胞？熊天霸，你良心就被狗啃了不成？死意，要杀就杀，少废话这么多。姑娘不需要你们假慈悲，不错。不成，有我凤青天在此，休想碰秦姑娘一根汗毛。凤青天，你够了，竟然还没想死，俺就成全你们。放马过来啊！小夏，我今天豁出去了。大哥、二哥，住手！是个误会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个误会。不是啊，镖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怎么走到一道？我都被你们搞懵懂了。其实没有人想那么复杂，原来我们的误会还在绑了。你说误会？是的，这场内确实装满了，准备运往倭岛的人们。车阵最早，还有什么好心想不开我？这个大姐，你先把话说完呐、啊。秦姑娘，我们先听萧尚怎么说吧。那你说快一点，清楚一点。那场当中并不是卖给倭寇的名利，而是一批武功高强的精锐武者。萧兄，难不成？我刚刚与倭寇的交易是假，
消灭沃克斯等这批精锐武者一运送到鬼岛，就会发突击发难，大咖杀戒，务必要将那群沃克斯杀了片甲不留。看吧，至少是误会。那我一开始说清楚，因为把他打白打一场。安娜战不是拿路人马，反正大汽车都被你们破坏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那你还是要帮你东厂的交易又是如何？东厂近日动作频繁，似乎在策划什么重大阴谋。据我所知，东瀛倭寇与东厂有所勾结，还是要帮下游倭寇交易。与工厂交好，自然是一种欺敌之策，先令他们卸下心防，自己方得成啊。对朝廷都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眼下的皇帝老会用武道，换个人当然俺也没什么意见。因此东厂与朝廷如何夺走，老子不管。但是身为汉人，俺可不忍心那群倭贼欺压俺的同胞。老子的意思也跟大哥一样，婚姻无道是吗？啊，既然误会兵事，那大家都是朋友，大伙可以是不打不相识。来来，不如金光表姐做东，咱们一起上院，不是，是一起喝酒去。那可不成，我还给等我阴影室协助丐帮弟兄救出戚将军才行。这次无需担心，戚将军也在丐帮帮主柯相同的帮助下逃出升天的。哇，你看龙将也来了，熊帮主十二当家，但是对不起。啊，献血的小袜子，这件事不会放在心上。但熊天霸，尤其是如此量小之人，况且又不是，贵帮先代帮主秋风教导咱们火系技术。秋风，可是，这婆娘太啰嗦，事情就这样，以后不准提起。请小娃子披堂自赏20年酿酒厂乌云大火，烧毁不少火器图谱，也折损不少兄弟。那你俺帮受过你们的恩，今天就还给你们吧。水火器，水龙烈火弹。这次有空披堂振兴，既然熊帮子都这么说，小玉就不客气收下了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事情都圆满了。啊，早都差不多我说，上酒馆痛饮三大碗。